7月16日上市新的刮刮乐，这款喜巴拉一开始连续三张杠龟，7月份最后一刮就继续凹这款，看有没有这么龟，就是这张刮刮乐082喜巴，这选号逻辑没有依照前八马加总等于尾马的逻辑去选号，因为剩下没几张可以选，加上算号码计算错误才选定这张。依照往例先看一下时间，现在是中原标准时间7月28日，现在开始刮这张082，先刮开左上方 QR Code 位置，再来先把左边您的骰子刮开，先看看数字。第一局您的骰子刮10点，还不错。第二局您的骰子刮8点，还行。这边出现英文字母 B。 第三局您的骰子刮10点，还不错。第四局您的骰子也是刮10点，还不错。第五局您的骰子刮4点，很差。先来看这局对手的骰子，第五局输，这边出现英文字母 N 加上前面的 V， 应该杠龟了，剩下的刮一刮。共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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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ou go 共估了，共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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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ou go 共估了呀。共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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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ou go 共估了呀。这边先把其他英文字母刮一刮，看有没有第三个英文字母有机会。这边出现英文字母 T， 加上前面的 B， 应该上归了。最后的刮一刮了，共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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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ou go 共估了呀。依照往例用 App 扫一下确认一下，用 App 扫一下确认未中奖，这款连续四张杠龟了，最终回也不给中一下。前期总计7月份买20张中6张，买4000元中1700元，赔2300元，再赔200，总计7月份买21张中6张，买4200元中1700元，赔2500元。7月份结算，7月份要结算了，赔2500元。接下来就等新款上市，换换手气试试看。我没中奖没关系，祝大家都中奖。